是你好，这是你的麦克风吗？哎，是我讲的，唱你会一首歌，你今天有没有办法唱那首歌曲？哪一首？就是他的成名曲啊。对，我其实我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你的。你今天有办法唱吗？我们今天有办法做这首歌吗？他的成名曲，就是肚子里面有石头那一首。对，因为有石头，有一部电影叫做《第五元素》，你一会儿会想听那一首歌吗？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是《第五元素》电影里面那个？ 那个妖怪，那个仙子肚子里。对，他是仙子，他刚好今天穿的也是蓝色的。对，他真的唱得上去，他超强的。对，他那个可以海豚音，你知道吗？你会想听他唱这首歌曲吗？我听他唱这首歌，有一个有一点点的风险，就是我们可能那个新竹朋友会打电话，叫我小声一点。新竹朋友。